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节录卷上。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昨天学习到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节录卷上，或拜佛念经，后面啊附六则公案，我们学习了两条公案，学习到第二条，得免出胎。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个公案，精就全程。那么这个公案出自于法院朱林《法院朱林》这本书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教讲经也是给同学讲这本也是法师讲经这些公案的一个工具书就是很多经典的公案他都收集起来这称为法院朱林。那么在法院朱林里面有记载那么有这一个历史上的公案。我们看这个文看这一段看下面。晋刘度，平原人也，其乡有千余家，具奉佛法，供养僧尼，至北鲁有陶人，多逆城内，卢主大怒，将屠此城。刘率城内大小，敬送观世音菩萨，未及卢，见天上有雾坠下，入其庭中，绕以屋柱，视之，乃观音普门品也。如心大喜，此城由是得势。那么这个公案它是发生在晋朝这个时代这个晋朝分东西晋这个从这个西元317年到400多年西元420年那么再加个西晋他这个晋朝的国祚有100多年晋朝是继曹魏三国之后那么建立了一个王朝。那晋他这里没有注明比较详细的哪一年就是在这个朝代那么有一个人叫刘度姓刘名字叫度，平原人也这个平原在古代汉朝就是这个平原郡大概在现在山东德州中部一带这个德州过去我在山东庆云
做百器戏念。这个德州啊，就在庆元隔壁。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人，齐乡啊有千余家啊，齐乡就是他这个住的这个乡村呐、啊，有一千多户了啊，千余家就是一千多户啊，那么一千多户啊，啊可能也有上万人呐、啊。啊，古时候啊，啊，人丁比较多，啊，可能上万人或者一万多人，啊，的千余家了，啊，也住了相当多的人，聚奉佛法，供养神灵，那很难得啦、啊。这个整个乡的人呐、啊，都信佛。啊，奉啊，就是侍奉，啊，亲近三宝，啊，学习佛法，供养僧尼啊，那这个僧尼啊，啊，这个一乡的人呐、啊，他们都发心供养了，啊，护持。那么这一段啊，讲这个啊，这个刘度啊，这个人啊，那么他的这个住的这一个乡村啊的一个情形啊，就是全乡都信佛，很难得了。自北鲁啊，有逃人。啊、这个北虏、啊、这个是对北魏的这种名称了、啊。那么根据法院出林、啊、记载、啊、当时这个虏主名木墨、啊、木头的木、啊、吃墨的墨、啊、这个虏主。就是北魏，这个我们做三十系念呐、啊，到最后面念书文呐、啊，啊，魏晋南北朝啊，啊，那个魏啊，就是北魏了。啊，我们每一次做三十系念呐、啊，念书文呐、啊，啊，到后面呢、啊、都念到啊这些历朝历代的。啊、这些战争啊、死难的啊，这些众生、这些亡灵啊，给他们回向啊，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啊特别啊列出来。那么北魏啊，他在北方啊，就是北魏明元帝拓跋氏。那个时候啊，那个北魏的北方啊，那跟南方这边没有统一了，啊，各自独立了。那么他这个北魏明元帝啊，他在位啊，是从西元392年到423年，啊，也就是说他。当这个北魏的皇帝啊，当了31年，啊，到423年，那现在呢是西元2022年，啊，在1600年前了。那么鲜卑名木墨，鲜卑族人啊，他是鲜卑族的人。那不是 汉族的鲜卑族、啊、就是下面、啊、指卢族、啊、就是指鲜卑族、啊、他是鲜卑族的人、
然后在古代称呢、啊、外族啊，他不是汉族。那么指北虏啊，就是北魏啊，啊这个他们这个国家有逃人，逃人就逃难的人。这个逃难的人啊，因为古代 这个魏晋南北朝国家没有统一啊，也是常常啊有战争的 或者是饥荒啊等等啊，很多灾难了 这个逃人就逃难了现在讲难民啊，逃难的人啊，或者是在他那个地方，有犯罪，啊，或者是啊有什么事情的，啊，那就得逃离了，啊。那么就逃到这个刘渡啊，他们这个乡村来。逃到他们这个乡村来，逃到这个乡村来，这个卢族就大怒了啊！大怒这个逃犯呐 跑到啊这个刘渡啊，他们这个乡村里面去啊，就多逆城内啊。逆就是说藏匿在里面，藏匿在这个乡里面。这个卢族就是大怒了，要屠城了。屠城就以前战争啊，很多都屠城。那屠城那个就很惨啊，这个战争啊，屠城就是全部都杀光啊，这个叫屠城啊，那很恐怖的啊。那这个老弱妇孺也全杀了这个屠城、很恐怖说将屠此城啊，这个卢主就是要把这个城里的人通通杀光那么这个一般的平民百姓啊，也没办法去抵抗了这时候刘率城内大小就是刘渡啊，他就率领啊，他这个乡啊，这个城内的大小，那古代啊都有一个城墙啊，小的地方也有城墙啊。这个我们台湾现在还是有一些城墙啊，大家如果到台南去看呐 那个艺宰金城呐、到屏东呐、那台北啊，你看啊，南门、北门啊，这些啊都城啊，在古代有这个城。那这个城等于是比较集中人口住集中的地方啊。那么刘渡就率领啊全城大小敬送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这一乡的人，这一城的人，通通信佛嘛，所以他一提倡说人这个北虏啊，这个卢族要来屠城了 大家赶快求观世音菩萨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刘渡他们这一城的人啊，这一乡的人，那个信佛很虔诚了啊，不怀疑了啊，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了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他不是逃难或者是。跟他抵抗
都是念观音菩萨，啊，领大家呢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如果信佛啊，没有很虔诚、很深入，那遇到这种情况啊，大部分都惊慌失措了，啊，就这个可能啊，平常啊啊念佛念观音啊都忘记了啊，都啊，那这个时候啊流度。当然啊，流度他是一个带头的啊，那个带头的人当然是很重要了啊。带头的人呢 啊他自己提起来啊，提倡大家来念观音菩萨，那有人带头，大家就会跟了啊。遇到这个节骨缘呐 啊平常纵然这个念佛啊，念得松松散散的啊，在这个时候啊，也会。自心的念佛念观音了啊，那当然跟平常那种心情在念佛啊就不一样啊。这个也是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呐 啊在三十几年前呐、啊，这个我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有一天呢、啊，也是在做三十几年做法会啊，我记得好像做到第二十啊，大家正在念佛啊，正在念佛啊，念阿弥陀佛啊，正在念佛。那么在念佛的时候啊，那么同修大家念佛啊，大家就比较轻松了啊，啊比较轻松啊，有的时候靠在椅背上了啊，啊比较轻松念佛。啊、念佛、啊、也没有、啊、很紧迫的、啊、那就轻轻松松的在念啊，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轻轻松松念啊。后来忽然呐、啊，正在念佛还在念的时候啊，忽然大地震啊，啊大地震。那么我坐在那个主法台啊，上面就一个吊灯，晃来晃去啊，我一看那个掉下来，我第一个也被砸死的啊。啊，但是当时啊，啊，我这个念头一动啊，我就告诉我了，我不能跑。啊，大家想一想，我主法如果先跑，那大家会怎么样？大家已经跟着跑啊！啊，那个时候误装师啊，啊，那个我们出女众啊，有误装师，他敲法鼓啊，啊，现在他在澳洲啊，澳洲净宗学院啊，现在呢，澳洲净宗学院他在负责啊，啊，他在澳洲净宗学院做当家了啊，啊，他敲法鼓，我看那个法鼓哦，那个钟啊，哦，晃来晃去。啊、他技术也很好，都还打得到，也不简单呐、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同修啊，念佛就跟刚才没地震就不一样啊。哦，大家这个背都挺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后来我看看大家这么认真的念了、啊，我想大概没事了。结果不出我所料，大概念了五分钟之后，慢慢就。地震就停下来了，哦，那就要一直念，一直念啊，啊，所以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啊，啊，那我就想到自己一些经历啊，啊，这个你平常时候念佛，跟你有灾难现前的时候念佛，当然你那个心情不一样嘛，啊，你一定会。哦，很至诚恳切在念嘛，啊，那这当然这个效果也就不一样，啊，效果就不一样。那么这个流度啊，啊，他没有跑，啊，啊，
啊，如果跑啊，大家也是慌张啊，跟着逃难就跑了啊。他是没有跑，他就带这个城内大小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时候，大家当然会至诚恳切的念呐 啊，不念呐、啊，这个被杀了啊。当然，那一种念佛的心情啊，跟平常当然是不一样。啊，当然是非常至诚恳切了。啊，我们佛七每一天晚上啊，啊，今天是佛七第三天，啊，佛七每一天晚上啊，就念这个普贤行重记。啊，普贤行重记啊。啊，我们念是念了啊，但是好像 没什么感觉啊。啊，是日已过，明日虽减，那、啊、过就过嘛，啊，啊，减就减嘛，啊，念是念呐，啊，无感觉啊，没有感觉啊。那、啊、但是的，面临那个灾难呐、啊，哎，逼迫的时候啊，哦，那不一样哦。啊，所以我们念这个普贤行重记，如果跟我们遇到那个灾难啊，你快被杀头了，你去想一下那种情况，你说那时候念佛的心情会跟平常一样吗？那肯定不一样啦。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去体会到这个观经讲的五逆十恶啊，这个下品上身、下品中身、下品下身啊，都是临终啊，都造恶业啊，临终都是第一相现前。那第一相现前，那个恐惧啊，那比去杀头那更恐怖啊。那看到那个，他还会有打妄想吗？不会啦。啊，听到呢，念佛可以得救啊！那拼命的念呐、啊，那个时候啊，那念一句佛号，真的就消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莲池大师说，那个时候能够念佛啊，就是离心呐、啊，也没错啊。啊，那个时候你还有什么无明妄想吗？没有了。啊，得救要紧呐、啊。啊，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念观音菩萨啊，就带领这个城内大小，大家通通念观音菩萨啊，未及呀、啊，啊，但念了没多久就感应了，啊，真有感应。啊，这个如啊，见天上有物坠下，啊，这个如主啊，看到哎，天上有那个东西往下坠，啊，入其庭中啊，到他那个宫廷当中，啊，绕于屋柱啊，就是这个东西在那个屋的柱子上绕。啊、他拿来一看呐、啊，是什么东西呀、啊？啊，乃观音普门品也。一看呐、啊，哎，这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么如心大喜啊，这个如主啊，心里啊，深大欢喜。啊，就是释放啊，这个尘呐、啊，不涂尘呐、啊。此诚由是得此，那么这个虔诚的人呢、啊，啊，就这样啊，得到解脱了，啊，免去这个被屠城的灾难了。那么这个观音菩萨普门品呢、啊，都有讲到这个，啊，不管你无论你有罪还是没有罪啊，要被枪毙了，被杀头了。
念观音菩萨就会得解脱。啊，或者呢，战争啊，这普门品也写得很清楚啊，部位金正中啊，金正就是两军在打仗啊，啊，像现在俄乌在打仗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有的难民就逃了啊。那么，如果你去当兵，你去当兵的话呢，这个。也是很恐惧的啦，啊，说不怕，我看不太可能啊。人都一只蚂蚁都爱生命啊，人怎么会不贪生怕死啊？都会害怕啊。所以部位金正中啊，你要念观音菩萨，你也会得到解脱啊，那子弹啊就不会打到你啊。啊，所以以前我去当兵啊，那个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佛啊，就是庙啊，拿那个香火啊，妈祖经啦，什么那个庙啊，去拿那个香火袋啊，带着啊，那时候我已经在听经了啊，所以到这个出了这个中心呐、啊，到基隆啊去等船啊，到东引去啊去等船，等了一个月，等很长。那有时候放假呢，晚上就去逛逛街了，啊，年轻嘛就是逛逛街啊，啊去逛街呢，看到路边啊，人家在丢那个圈圈呐、啊，我就去丢，啊我去丢啊，丢那个一小尊的观音菩萨啊，小小的。那我就那一尊啊带着啊念观音啊啊就是坐船啊坐船坐去东引啊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解严啊还没有解严啊我当兵的时候还没有解严啊所以这个啊这个营长连长班长啊那么每一天讲我们要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啊！那我想啊，最坏打算就是去死嘛，哦，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坏的呢？啊，那也只有念观音菩萨了，我都念观音菩萨。啊，那我这观音菩萨呢，我住在坑道里面啊，我当炮兵啊，啊，当坑道里面。啊。我睡上铺啊，那佛这观音菩萨呢？那没有佛桌啊啊，就逛在那个床头旁边啊，求观音菩萨保佑了。那么回来啊啊，调皇回来，在那边住了七个月啊，也平安无事啊。不过在那边住了七个月啊，也有一些啊，穿插一个小故事啊。那个故事是另外的啊，啊，题外话的啊。我去到那边呢，就听那些比较老的老兵啦，啊，比较早我们入伍的老兵说，这以前打坑道啊，很多人死，很多军人死在里面啊。啊，我去那边呢、啊，也有参加过打坑道啊，啊，去清石头。他说：“哦，这个阴魂啊，都会出现的，都出来的，哦，讲的有手有脚的啊。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佛了嘛，这个也宁可信其有了啊。那有一天晚上啊，我站卫兵是站这个。”四点到六点的啊，那么在三点的时候啊，就有人
好像三点了三点半啊，救人，因为我们这些教卫兵都是跟到也不能点蜡烛啦，不能灯啦啊，都是暗暗的，啊，怕被敌人发现，呵呵，暗暗的。然后站那边就要拿个手电筒啊，然后这个到床铺上啊去摇一摇啊，那前面一班的有两个啊，啊，两点到四点两个人，四点到六人一个人啊，我是轮到四点到六点的。啊，就有一个人进来啊，哎，摇身体啊，叫你起来啊。啊，那么那一天啊，啊，那摇就从手背给我摇一摇啊，那我知道了啊，我说知道了，时间到了，我知道了啊啊，但是很爱睡又睡着了。后来再摇第二次啊，我知道，啊，后来我还是睡得还是爬不起来，后来就给我拉。拉脚，拉一拉，啊，我想这个第三次，不起来不行了，啊，超过时间了啊，啊，我就赶快起来啊，赶快金装啊，穿好啊，钢盔戴好啊，那前面呢，啊，还要挂两颗手榴弹，那个手榴弹那个老式的那一种，好像酒瓶那样的啊。啊，然后我就走，那就走到那个炮口去了啊。啊，但是不晓得谁啊，这个吃罐头啊，丢在路边啊，那我不小心就踢到那个罐头。那么前面那两个卫兵啊，好紧张啊，谁？哦，好紧张啊啊！哦，我说的你不要紧张啦，是我来跟你们换班的啦。他们两个啊。在看小说，啊，他们两个在看小说。然后规定是钢盔不能拿下来，枪要拿着啊，枪放在旁边，啊，然后啊，用小的手电筒啊，两个在看小说啊。那钢盔那个手榴弹通通丢在旁边，当然是比较轻松的啊。他们两个看小说，他以为查哨的来了，哦，紧张的不得了，啊，说不用怕了，是我。他们两个人，啊，惊慌失措，他说你怎么这么早来，他说问我说怎么这么早来啊，我说不是你们去把我叫三次了吗，又拉三次啊，他拿表给我看，现在才几点，才三点半啊，你这么早来啊，他们吓得不得了，以为是查哨的来啊。啊，后来我看，哎呀，反正已经三点半了，我说那你们让你们提早半个小时休息吧，啊，他们两个也很高兴。啊，后来我想想，他们两个说没有进去叫我啊，那他在看小说啊，啊，没有人进去，而且时间没到嘛，大概一般都是前十分钟去叫的了。结果后来想想，哎。那真的是有众生哦，啊，我有那么一次经验，啊，那真的有众生。啊，所以回来啊，啊，去的时候啊，船非常平稳，风平浪静，啊，回来啊，我们换房回来啊，遇到台风，啊，遇到台风啊，我晕船了，啊，在那个。睡在那个船舱底下，那下面那个货舱啊，很多东西都掉下来啊。哦，我就吐了又吐，吐了又吐，大概胆汁都吐出来了，啊，吐了，奄奄一息了，就躺在那个船舱上面。那心里只有默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就念观世音菩萨啊，念的睡着了，啊，那睡着呢，那突然听到人家说到了到了。赶快起来啊！那我就醒过来了啊！醒过来呢，那时候换房啊，要抢滩啊，就海水啊涨潮、退潮的时候要抢滩啊，所以要赶快下去搬东西了啊，搬那些装备啊。那么那个一箱一箱的，啊，我也跟着大家一起搬了，啊。那吐了一个晚上啊，那
办那些装备啊，哎，好像也蛮有力气的。啊，后来想一想啊，哎呀，念观音菩萨当中啊，冥冥当中还是有菩萨保佑。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那么另外啊，就是坐飞机啊，我以前也讲过啊，就是2014年7月1号啊，啊，从大连到郑州啊，抓大飞机啊，到河南呐，啊，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好像是南阳还是什么地方啊，坐30系列啊，那飞机啊被冰雹打到啊，整个飞机掉下来啊，那整个飞机啊，这个啊，大家惊慌失措，大叫了啊，那个空姐是非常恐惧啊，前机的人都非常恐惧啊。那个时候啊，我平常一上飞机、上车、上船都念观音啊，默念观音啊。啊，结果那个飞机掉下去啊，啊，我心里想啊，大家这下完了啊。啊，但是掉了很低的时候，哎，那飞机还在飞啊，啊，飞的时候很平稳，飞的时候很平稳，啊，连晃一下都没有，比坐车还稳。啊，后来又飞了10-20分钟啊，那个空姐就讲啊，我们那个飞机有点故障啊，要折返大连啊，就飞回去大连机场。啊，那么到了大连机场啊，一下飞机啊，那跟我去的马万龙啊，居士啊，那时候宝兴也跟我去啊，这个宝兴现在在录音室啊，还有一个宝莲啊，他们跟我去做义工啊。啊，那个马万龙居士啊，一下来就拿手机啊去拍那个飞机头啊，那我就回头看那有什么好拍的啊，结果一看呐，啊。啊，那个整个飞机那个窗户啊，被撞的都凹进去，那个飞机头都凹进去了，那个玻璃啊都碎了。啊，后来马万龙居士给我讲啊，他说：“师父啊，你刚才有没有感觉啊？我们飞回来的时候啊，好像晃一下都没有，好像有一只手啊拖着。”哎，我想想，是啊。啊，那就想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啊，就是你从什么须弥山高空掉下来啊，然后念观音菩萨啊，那就会给你让你平安了 啊， 啊，那个须弥山啊，那坐飞机那都就是说从高空这样掉下来的嘛，那真的是像一只手托着。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我个人有一些感应啊，但是都是明应比较多，明应。但是明应啊，你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冥冥中好像有菩萨保佑啊，啊，逢凶化吉，啊，逢凶化吉，啊，的确啊。念观音菩萨啊，就像印光祖师讲的啊，不管怎么样，你说没有感应也未必没有感应啊，只是明应啊，你自己没有明显感觉啊，绝对会有感应啊，这个一定要相信啊。遇到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这《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的。啊，《无量寿经》也是这么讲。那普门品讲的比较多。普门品讲的比较多。啊，所以啊，
我们遇到有任何灾难，我们信佛的人啊，一定要信佛啊，我们念佛念观音，的确啊，可以消灾免难呐、啊，的确可以消灾免难。所以这个也是护国息灾啊，一个根本的方法啊。印光祖师讲啊，护国息灾根本的方法在念佛。若尽人能念佛，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灾难。大家都念佛了，得佛力加持了，人心都回心向善了，世界不会有灾难。如果少数人念佛啊， 也可以减轻啊，就是这个灾难啊，减轻啊，灾难发生的时间啊缩短啊，或者灾难发生的时间啊推迟，往后推迟啊，那这个少数人念啊也一定有这个感应啊。所以我们双溪敬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劝我们在那边做七个百期，现在第七个百期。别人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自己啊心里也很清楚。这些年啊世界灾难这么多，那么我们台湾受的灾难、可以说又比其他地区比较轻了。像这一次这个新冠状病毒啊，台湾地区还是比较轻的啦。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啊默默啊在念佛在修行啊，台湾还是很多人有修行的啊，所以灾难啊会减轻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相信。像我们在这边打佛七，你多一个人念佛，就多一份消灾的力量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念佛的人越多越好啊，消灾的力量啊就越大了。所以鼓励大家来念佛。那当然不信佛的人，我们跟他讲，他不相信，他 不接受，他说我们是迷信呐、实在讲如果全台湾的人通通是信佛念佛，你看这个刘度他就做一个榜样给我看我看不用买武器了，念观音菩萨，那消除这些战争的灾祸你要买武器干什么？无量寿经讲兵戈无用那个用不到了那真的是这样带着大家念佛念观音。所以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可以化解种种灾难这个也是事实。那么这个公案讲这个刘度刘度那带领大家念观世音菩萨呢，化解这一个城、这个乡的人免离被屠杀。我们再看下面案这个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一个讲评。
平时既知止苦，临难又能哀恳，如知回心也，故矣。啊，这个平时既知止苦啊，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啊，就知道啊要修福了，啊，培植福报。那么面临这个灾难呢、啊，又能够哀恳啊，这个哀恳呢、啊，就是哀伤恳切啊，求佛加持，求佛力加持。那这个当然有感应了啊。那如知回心也，故矣。啊，那这个如啊，他这个感应啊是。普门品呐、啊，回到他那个宫廷里面去了、啊，啊，让他这个心里、啊、回心转意，不屠城。那么在这个啊，我记得一去云南旅游啊，到大理，大理有一个观音庙啊，很有名。大理啊。他们那个 有很多少数民族、啊、他有纳西族，有白族，还有彝族、啊、有很多少数民族。那么白族啊，啊这个白色的白，白族、啊、白族他们这一族的人呢，通通拜观音。他为什么拜观音呢？说以前古时候啊，也是战争呢、啊，啊，以前大理是一个国家了，大理国啊，那大理是一个佛国，啊，他们这一族的人呢、啊，通信观音，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军队来啊，大军压境啊，啊，那个战争呐、啊，啊，那战争呐、啊，人民呐、啊，他们这边无法去抵抗啊。啊、那可能会被杀很多人了、啊啊、那这个战争是很残酷的、啊啊、但是他们这一族的人都信观音，都念观音、啊、那观也有感应，他那个是感应观音菩萨呢变一个老太婆、啊、那老太婆又驼背、啊、瘦瘦的又驼背，那驼背怎么样呢？他那个背上面啊，背着一颗1000多斤的石头，啊、背在那边走，轻轻松松在那边走，啊，就这个老太婆背着那个石头往那个敌军那边走过去，那些敌军呐、啊、看到啊，吓得赶快跑。他这个老太婆。这么老、哎、那么瘦又驼背、哦、有办法拿这个1000多斤的，那里面那些人还得了啊，啊敌军吓得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救了他们这全城的人 啊, 啊，所以他们就、啊、感恩这观音菩萨啊，这个保佑啊，消灾免难啊，所以做了一个观音庙啊，很庄严的观音庙。所以那白族啊，他们都拜观音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枷锁自脱。铜钱啊，这个公案呢、啊，也是出自于法院朱林啊。铜钱都同前面啊一样，是法院朱林的。晋河内堕船。永和宗为滨州刺史，高昌不取，被李霍所掳，及其同伴6-7人，共币1亿，刻日当杀。传乃专心念观世音菩萨，凡3日3夜不懈，枷锁渐宽。忽然自脱，心虽窃喜，然
念同伴尚多，不忍独去。能护自心，兼导同伴，而诸人枷锁，以次得脱。遂开户走出，余尘夜遁，走四五里，隐于真中。天明，人马四出追捕，纵火烧野，为船所引，母许之地，人火俱不至。这个公案啊，也是发生在晋朝河内啊。这个河内啊，是在河南省北部啊，洛阳啊、开封这一带啊。洛阳、开封啊，啊，我们2016年啊，这个六年前呐 我们的组团呐、去旅游啊，到那个五台山啊，那么有去河南啊这个地方，洛阳开封啊，那个邱董他们夫妻啊，那次有参加啊，洛阳开封这两个地方啊，啊，我们那一年去旅游啊，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河内啊，就是那个地带的啊，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那这个人呐、他姓窦，窦传。永和中啊，这个永和啊是东晋末帝啊司马兰他的年号啊，那是西元啊345到356，他在位啊是11年啊，在位11年，这个也是1600多年前的事情啊，现在是2022年，那个时候是西元啊345年到356年啊，这个是东晋末帝啊他的朝代啊，他那个年号啊叫永和啊。这个以前皇帝啊，哪一个皇帝登基当皇帝啊，那么他的年号都不同啊，像现在日本还是照以前那个帝制一样啊，新的一个天皇上来啊，那么他的年号就不一样啊。前面那个叫平城啊，在前面叫昭和啊，这个就是古代啊，就是这个是年号。这个故事啊，发生在这个时代啊。那么这个窦传呐、为滨州刺史啊，这个刺史啊是古代的官名啊，是朝廷啊派出去督察地方的官啊，到各地方啊去督察啊。后来呢，也成为啊地方的一个官职名称了 啊。这个的我们在古书上啊都会看到这个官的名称啊，刺史啊。后来呢，刺史改为太守。后来呢，这个郡又改为州啊，那称为刺史啊，就好像现在讲啊，这个州长、省长啊，讲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官位啊，那也相当高的官职啊。这个滨州刺史啊，高昌部曲啊，就是说这个窦传呐、他是滨州刺史高昌的部曲，部曲就是部属、部下的意思，他的下属了、他的部下啊，他是这个滨州刺史高昌的部下啊，这个窦传是他的部下，被吕护所掳啊，这个吕护。是当时啊冀州刺史啊，素与滨州刺史高昌不和，他两个人不和啊，两个人不和会怎么样啊，斗来斗去啊，明争暗斗了啊，互相
伤害了。啊，那这个他是他的部属啊，那被他被这个李护所抓了，所掳就被他抓了。那么这个地方啊是没有清楚讲到啊什么理由被抓，那我们知道啊他们两个人不和啊，那肯定啊常常啊会有互相啊互相斗争啊互相斗争啊，害来害去啊，互相斗争。啊，这个斗船呢，他被抓了啊，因为他是在高仓下面啊，当他的部属啊。啊，那这个高仓跟李护啊，两个人不和啊，那被他抓了啊，及其同伴六七人，共毙一役。抓了六七人了，一起啊关在一个监狱里面。这个现在大陆啊拍的很多那些历史古装剧啊，拍的现在呢拍的很讲究啊。这个有时候看看这古装剧啊，那再看这历史的书啊，大概就是知道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那这里是比较简略的啊，给我们讲出来啊，共毙一役啊。克日当杀，这克日就是有定下日期了，哪一天呐、啊，这些人要处死了，啊，判死刑了。那大家呢？六七个人跟同伴六七个被抓去啊，被判死刑了。啊，没有几天呢、啊，就被杀头了。啊，这个斗船呐、啊，乃专心念观世音菩萨，还三日三夜不懈，枷锁渐宽，忽然自脱，心虽窃喜。啊，他念了三天三夜啊。没有休息，日夜念呢、啊。啊，这个枷锁啊，慢慢就宽了，啊，就松掉了。啊，不然呢，这个枷锁掉了。啊，那个枷锁没有钥匙去开是不会开的啊，也不会掉下来啊，那自然就掉下来了。啊，那这个感应也非常非常很明显的啊，那这个他心里啊，暗暗的欢喜啊，这个念观音菩萨得到感应了，被关在监狱里面了。那么念观音菩萨跟我们念佛同样一个道理。那么他念三天三夜为什么会得到感应、啊、他念了三天三夜、啊、没有念到四一心恐怕也功夫成片了、啊、为什么呢、啊、过几天就被杀头要被杀头了、啊、我们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如果我们在那种情境、啊、我们的心会怎么样啊？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啊、那只有知道念观音菩萨可以得到解脱了，那只有拼命念观音菩萨了，没有其他任何的妄念了、想法了、啊、所以能够得到啊这种殊胜的感应，那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念佛说七天一心不乱。啊、七天是最长的、啊、若一日若二日，有的人一天都一心不乱了、啊、有的两天有的三天。那么我们、啊、念了很多
很多天很多佛期啊，啊怎么没有一心不乱啊？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感受到啊，啊这个死亡的逼迫，啊还没有感受，啊我们总是想啊，哎呀，来日方长啊，啊我要活到120啊，时间还长啊，所以不紧张。啊，我们就慢慢念啊。啊，如果我们现在呢被人家抓去了啊，要被枪毙了啊，再过三天被枪毙了，那我们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心情啊？啊，那就拼命念观音菩萨了，就得救了。啊，套一个基督教讲的话叫得救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提起这个无常观啊，无论修什么法门呐，你很快就得力了。很快就得力。所以偶遇祖师在《韩家集》讲了，说真正啊，你是为了了生死啊，这个生死太苦了，要积极的了生死，这样的心，发这样的心，那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开悟的了。你持戒会开悟，你参禅会开悟，你邪教会开悟，你修密会开悟，你念佛会开悟。啊，你迎福啊，就是现在讲做义工啊，修福也会开悟，为大家服务。啊，你为的是了生死啊，这个心啊，这个心叫做发菩提心，觉悟了，觉悟这个生死苦啊，要了脱了啊。如果你发了这个心呐，啊，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呐，你都会开悟，都会成就的。啊，如果不是为了要了生死啊，那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就不会开悟。啊，邪教啊，啊想做讲经法师，邪戒想做律师，参禅想做禅师，修密想做金刚上师，啊，阎浮啊想得到权力地位。啊，那就不会开悟了。啊，那这个跟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啊，因为这个，你看这个碰到啊，这个是生死关头啊，啊大恐惧啊，啊，所以他念三念三念，就是打精进期啊，这个真正是打精进期啊，在监狱里面打精进期。啊，那么这个李牧原呢，会长啊，以前在新加坡，他到监狱去弘法，哎，也是贩毒的啊。新加坡那个贩毒啊，都是判死刑，而且都吊刑。那么有一些有善根的啊，啊，去向他念佛求往生西方啊，那个有善根的他就接受了。他真的就念佛啊，啊，念了之后啊，啊，同样不念佛的人被吊刑的时候很恐惧，
啊，那个念佛有一个念佛的 啊他念到啊，他毫无恐惧啊，而且被吊死之后啊，一烧还烧出很多舍利的瑞相，那就不一样了。那讲到这里啊，我要想到我以前看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近代的感应录啊，在广州啊，在民国初年啊，啊那个时候还有县长啊，县长还兼司法啊，有个年轻人啊犯罪被判死刑，刚好一个法师进去监狱啊弘法讲经啊，那讲这个普门品 啊就是不管你有罪没有罪被判刑啊，你只要自心念观音菩萨就会得到解脱。这个年轻人啊，没几天呢被判死刑了，被枪毙了。他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念了11天11夜，拼命念。啊，念到那一天呢，要执行死刑了啊，那么被抬出去了啊，啊，但是啊，看到他呢已经坐在那里啊坐化了。啊，所以那个县官呢、啊、非常感动啊，看到他这个念佛念观音呐、啊，现这种瑞相作化了啊，这个是近代的啊，民国初年的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那么这个古代的公案，现代也有啊，现代也有。那这个斗传呐、啊，他念的自己得到解脱了，但是他又想到啊，哎呀，还有六七个同伴呢、啊，他怎么办呢、啊？啊，我这个枷锁脱了啊，啊，我可以逃走，但是他们六七个人怎么办呢？不忍独去啊，他不忍心自己一个人走。可见这个斗传这个人也是很慈悲的啊，不忍心走，能护自心兼导同伴啊，能护就是他仍然啊自心念观音菩萨祈祷，求观音菩萨加持啊，他这些同伴也得到解脱啊。那么他自诚心的祈祷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真的有感应，尔尔诸人枷锁，尔尔就是没多久啊，哎，这些人他的枷锁以次得脱啊，就是一个一个都解脱了，那个枷锁都掉了啊，遂开户走出啊，那就敲开那个牢狱的门呐、啊，就跑出去了，余程夜遁呐、啊。啊，移就是越过，啊，那个翻过那个城墙啊，连夜啊，啊，这是逃跑啊，这个遁就逃跑，啊，走4-5里啊，这个走啊，啊，不是说啊慢慢走了啊，是奔跑的意思。古代啊，这个走是指奔跑啊，因为要逃命啊，啊，就是要奔跑。跑了4-5里啊，隐离真宗啊，这个真啊，这个是落叶或者是小的乔木，也就是在真树林中了啊，躲在这个树林当中啊，躲在里面啊。那么躲在这个树林里面，天明啊，那边。这个李户那边的人啊，人马四处追捕了啊，发现这个逃逸了啊，这些人都逃走了，那么就四面啊去追去捕，那么追到这个树林这里啊，纵火烧野，整个放火把它烧掉啊，那这个也是。
很残忍的了。那你看那个生灵佛一放，那还能活命吗？啊，为传所引啊，母许之地，人火俱不知。啊，那唯有呢，斗传他们这几个人呐、啊，所隐藏的这个地方啊，大概一亩许，地方不是很大，一亩许这样的地啊。啊，那些人没有走到那个地方，火也没有烧到那个地方。啊，后来啊，他们就得到解脱了。啊，那么这个是啊、哦、第四个公案。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案。此所谓念彼观音力，是难得解脱也。至于入水而不溺，入火而不焚，种种灵验，见于他书则不可计数。啊，计数就是啊，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到了啊，啊，这个太多了。啊，这个念彼观音力啊，是在普门品里面。我们遇到啊任何的灾难啊，都可以念观音菩萨啊，无论什么灾难。那么印光祖师啊，这个欠当时一些莲友啊，欠莲友啊，如果生重病啊，太痛苦的时候啊，啊，那平常我们念佛人嘛，啊，除了念佛之外啊，那就自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痛苦啊也会减轻了。啊，那么印光祖师讲啊，啊，有一些同修啊，莲友他念说还是痛啊，啊，没有感应啊，那印祖就讲啊，啊，你觉得没感应，实际上都有感应，啊，只是你自己啊，啊，没有明显感觉了，啊，你有感，菩萨必定有应，啊。不可能啊，有感没有应的。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只要你有感，它就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分四类。啊，显感显应，你明显的求啊，明显的有回应。啊，这个叫显感显应。那第二类呢，显感明应啊，我们明显求菩萨，没有感觉到很明显的回应啊，但是有没有应呢？有啊，啊，这个叫明应，明就是暗中的给你加持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有应啊，你只要有感就有应啊。第三类呢？敏感显应啊，没有很明显的求，哎，菩萨却是很明显的应啊，那个过去式的善根深厚啊。第四类呢，敏感明应啊，求也没有很明显啊，当然应也就没有很明显啊，所以这感应啊，大概有这四大类。所以印光祖师开示。啊，尽管啊，大胆的跟人讲，啊，你只要念，一定有感应，不会没有感应。啊，因为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嘛，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呢？啊，佛讲的都是真实语啊。啊，现在问题是我们众生啊，不信，啊，或者信心不足，像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
啊，如果真信了、啊，那真得救了。所以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遇到任何灾难了、啊，念观音，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了。啊，有时候啊，你求人，啊，那人呐、啊，求人呢、啊、比求菩萨更难呐、啊。啊，所以有句俗话讲啊，啊，求升天难呐、啊，求人就更难啊。你求人呐、啊，比登天还难呐、啊！啊，那你求菩萨、啊，求佛菩萨 啊, 啊，这个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他刚出学佛啊，第一个亲近的佛教大德就是。过去啊，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他的家那个他的住的地方在台北市青田街啊，他那个住的房子啊，后来改为蒙藏委员会啊，现在不晓得改什么啊。这个几年前我去过一次啊，那张家大师的一些啊。文物都供在那里，他是密宗的啊，西这个藏密的啊，他是蒙古啊，这个张家。那么张家大师的确是密宗的大德啊，真正的善知识了。那么是一个蒙古的亲王啊啊，因为我们师父上人呐、啊。刚刚学佛啊，那个方东美教授介绍他学佛，啊，学了佛大概半年，啊，就有一个蒙古的亲王跟他介绍张家大师啊，那劝他呢去亲近张家大师。那么张家大师啊，教他三年，一个礼拜啊一次，礼拜天。像两个小时啊，到他家去啊，跟他请示佛法啊，那个时候他还是在家的身份啊。那张家大师呢劝他出家了啊，说你一个人啊从大陆到台湾来，举目无亲啊，跟着军队来，也没有妻子儿女啊，也没有成家啊，就劝他出家。那么出家要找出家师父啊，啊，那如果人家师父不收，他也就没办法啊。所以张家大师啊，劝他呢，你不要去求师父的啊。如果你去求师父，那个师父不答应啊，你会很失望啊。你就求活菩萨。就教他呢去求活菩萨、啊、那每一天呢拜佛求活菩萨、啊、那他真的就依教奉行、啊、求活菩萨、啊、那过了没多久啊，那真的啊，邻居是一个法师来找他剃度了啊。啊，所以他这个出家的因缘啊是这样啊，所以根据他这个故事啊，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你求人啊没办法的时候，求活菩萨了啊，求活菩萨啊，活菩萨加持啊，啊，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求活菩萨。你遇到任何的灾难都可以求活菩萨。那么我们台湾这个地区啊，佛教还算是蛮兴盛的，信佛的人还是很多啊，吃素的人很多啊，所以世界灾难这么多啊，这边还是比较起来还是比较轻的。当然那些不信的人一直在造恶业啦，当然比
比信的人多了，但是有这股力量啊，在抵消那股恶业，那这个是必定的了。所以我们在双溪做白溪呀，啊，我也常常勉励同修啊，大家这个老和尚啊，劝我们啊，惜灾啊，现在灾难这么多，大家同共化险啊，当然做得很辛苦啊，但是也值得了啊。我们师父啊，过去曾经给我讲啊，你就是让这个世界啊，灾难啊，延迟一天发生，你都功德无量啊。你讲到这样啊，啊，比如说今天要发生灾难，你这样念佛做好事消这个灾，延迟一天发生啊，让这些人都佛一天啊，你功德都无量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当然没话讲了啊，就是做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同修当中啊，大家讲一讲啊，外面呢，啊，我们也不能去讲啊，那讲了人家就是指责你了啊，说你这里搞迷信啊，哪有那回事情啊，他不会相信的啊。啊，不会相信呢，啊，可能他要来给你诽谤，那，啊，让他造恶业也不好啊。所以讲这些话还是要看对象啊。啊，他信的人呢，啊，再跟他讲；不信的人呢，啊，那不能跟他讲啊。那么印光大师啊，啊，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啊也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啊，现在我觉得可以再印出来流通，啊，就普劝全球同胞啊，念观音菩萨，消灾免难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呐，啊，那个时候生灵涂炭了，啊，印主大慈大悲啊，那呼吁啊，全球的人都念观音啊，来消灾免难。啊，为这个苦难的众生啊来祈福。在印光大师文钞，啊，在我们净老和尚那个净土集啊，有揭露啊印光祖师文钞精华。那么祖师啊有一段这些开示啊，这个祖师啊他说呢，我们念佛人平常都念阿弥陀佛，但遇到有灾难啊，这个如果你一天的定课啊念一万声阿弥陀佛，那你再另外啊加5000声观音圣号啊回向给这个世界啊消灾免难啊。如果你念1000声佛号啊，另外再加念500声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啊，如果你念100声佛号，那加念50声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给这个世界啊，消灾免难呐，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呐，啊，这个我们要多多提倡啊，啊，普遍推广。那么最近这个澳洲陈宝英居士啊，啊，他那个祈请啊，啊，就是为世界祈福消灾啊，念佛啊，在网络上啊，啊，大家同步念佛啊，那有一个网络啊，大家也可以去搜寻啊，或者啊，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每一天啊，每一天都有早上9:30到10:00，晚上9:30到10:00啊，网络上啊。有念佛一支香的啊，可以同步啊念佛啊，回向给这个世界啊，来消灾免难。
这个我们同修啊，大家可以同共发心啊。如果遇到一些啊有缘的亲友啊，也可以劝他们啊，一起发心啊，来念佛、念观音呐、啊，来习斋啊，大家的功德无量了。好，那么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学习到第四个公案啊，下面两个公案呢 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